咋这个哦？前面狗头都要进来，真快啊！一家，好了好了，快点，走吧，好，又推进来了。不知道里面有金条，那我金条呢？你看，出来出来，小豆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小豆豆，走，你给我拿去。你这样很浪费空调的，窗帘放开。所以都不带那块米布弄去，把米布挂起来。哈哈，你干什么的？那补货的呀。得了得了，回去了啊，回去看你了啊。